你会红哦。我们现在合照一张。我喜欢看电影，也想要拍电影，因为喜欢电影，喜欢用影像再现故事。有50%的努力，50%的幸运，这两个还不够，最重要的是100%的意志力。很多人都说，读传播这行的，没有后台，通常起不来。我不否认，它确实存在潜规则，但我们也试图打破过往，良性竞争。我们就像艺术家，都知道调色的既定公式，但却不知如何调整比例，造就出最后的成果。于是我们不断努力，创造新意，以最自由的形式叙述每段故事。哎，任摄影，先帮我带一下老蒋。青春是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组一个团队，每个人各司其职，却朝着同样的目标迈进。而读广电就好比拿整个青春去赌，或许我们已经付出了100%的心力，情况却还是不如预期；或许我们花费了大把资金，成果却还是不如其他小本投资的竞争者。然而即便经历再多的挫折，我们仍旧保有初心，坚持自我，继续朝目标迈进。